你有没有追过星？有啊，有吗？有吧，广木凉子，我和他是校友，驾校的。因为正好当时我驾校学那个开车，正好他也在同一个驾校学开车，所以就是比如上课的时候，他坐在我的后面。嚯，哇，太可爱了吧！一次给我让过，我开车的时候他停了，他说就这样。哇，感动了，一下喜欢上他了。然后呢，我真的想跟他聊天，所以下课之前我在门口等等他，等着等，就最后等了半个小时吧，就最后没有出来。就他们的学校有专门给艺人的通道，未来考虑防止这样的人。